本当我打电话给你跟他针锋相对说，咦，马上我他妈的，本来路可能多搞困难啦，可能多挨淹，他妈就要把他洗，给你跟他初中、中高级一定能多把他洗。哦，你果然啦，那的困难给你跟他妈报告，可能多挨淹的。哦，马上啊，基本上给你可能多把他家的嘛一定能地里，然后我来呀，白说他妈的，他妈都过得跟他多难，他妈搞个洗。我说爸不打，打中午打，可能打个怪难，可能打个一样的。一点点阿毛带打，能打瓦卡沙样，格么的打三十二。哦，那月明会给你给那清风香，一点能多煮点，那什么时候可能多爱一样的。各种给那清风香公所各种东西，我俩一点能多，现在说说打，格么大哥大打不拿路，给你给那打爱一样，一点能打个个西安。那关浪给你给那八万样，那种那怎么个个西嘛人爱？一定拿啦啦啦，咱们可能当个一个买沙漏炸巴掌啊。后来部落这么多年，看到部落的文化、语言、生活形态都渐渐的流失，自己的根还是自己的文化最重要。先把我们的文化做好，语言表达，我觉得才可以教育下一代了。噶滴噶那清风乡竹鱼副镇教师以哦，都是能够达初级、中级哦，一点的中高级。那大阿弥达木努玛来伊玛哈达困难噶滴，噶那拉达拉达曼德玛西哦，噶玛瑞阿里达布提玛扎白苏哦，跟奥噶达德玛西亚噶玛伊噶如噶滴噶那三六三达德鲁哦，噶滴噶那啊瓦鲁噶那瓦里安哦，爹妈伊滴那米芝巴达什么苏鲁噶那达爱烟伊玛仁爱。马拉雅马斯卡卡的拉照伊，巴卡扎的曼格南都爱伊，哦，伊迪南达爱伊，马拉雅达格都格南达，卡巴万格那娃娃里娃里来，马斯卡卡的拉照，马鲁德马沙格南达爱伊。我们的传习是，可以培养这个中高级一直到高级、优级，让他们不断的可以进到这个市场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相信。每一环都有这样的情境环境的培养哦，那希望这个主语可以普及化。一点那什么收入个那当爱伊那找伊嘛是爱，一点个赚啦，那点那困难个嘛的那么大大当个那当爱伊那都那他妈个是，按巴卡扎的曼乌拉西拉个那当爱伊个嘛伊，哦，马抓基本上个的个那巴卡扎的曼一点那地林哦，一点个那白苏那他妈都个个那都，哦，一点个赚啦，那当你什么那个的只看哩，马抓还要木木卡嘛的呢，哦，巴地林哦困难哦个的个那萨斯金安伊。果然呢，马拉达马的呢，不拿路，给这个难打，俺一样的嘛，我在那边。